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第四节，黄喜踩墙，咁而家咧就十一点啦。十一點就大家就開始除衫啦，係啊，啲嘢嚟㗎啦，嘢嚟㗎啦。喂，你咧就以我理解，你其實唔係講政治㗎嘛？嗯，我都唔係政治人物，你都唔係政治人物啦。咁但係就政治打到埋身啦，係嘛？你覺得而家呢一次你係咪遭遇咗一個政治迫害咧？唔係，我只係我諗我係係。想做呢樣嘢嗰個人，檢取嘅一件道具咯，攞咗呢件道具，其實係一個副產品嚟嘅啫，係一個副作用嚟嘅，即係你唔係，亦都唔係話啊，你又唔係企條街道咁啊，只不過話講兩句。因為就算冇驚慌信息都好啦，即係港台喺花仲可唔可以佔用 TVB 嘅時間去播出？同頭條新聞啊，太后啊，阿小豪子佢哋係咪可以仲繼續用呢種咁嘅程度嘅諷刺方法去做？我諗驚慌信息只係一個催化的作用，但係 anyway， 即係經歷過一個咁嘅經驗咧，你會唔會譬如話而家對香港現狀啊，對譬如咩三十即係立法會選舉啊，咩基本法啊，多咗一啲即係留意，甚至會自己一啲有，因為我啱尋日收到一個短信，我睇翻嗰個對話記錄咧，我哋知最後一次即係尋日嗰個佢 incoming 嗰個 message。在之前咧，最後一次我哋喺 WhatsApp 嘅聯絡咧，係2018年4月14日，跟住事隔兩年幾，突然間收到個 message， 佢第一句就問我：你今年去唔去馬？哦，我要死！哇，呢個係重大、重大信息、重大信息，真係毛管動啊！邊一區？我毛管動啊！好驚啊！功能組別，唔係，大家利是。跟住我咪聽到人你咁樣問。我就梗係問你做乜咁樣問啊咁樣咯，跟住落嚟嘅對話咧，即係都係圍繞住即係佢喺旁邊嘅觀察啦，即係覺得我咁近期好似形勢大好喎，咦我心諗我啱先俾人飛歐咗，仲形勢大好，咦點解我嘅不幸喺你眼中係一件幸事咧咁樣？嚇我覺得嚇大家啲心地真係好古怪，跟住然後話你去一定勝算好高喎，咦？同叫人哋去辦報，我都係同出一轍喎！你個祝福，咁我覺得，咦？唔係咁老實講，我都有少少開始有少少認同呢個睇法嘅。係好啦，咁啊時間到啦，我哋下一節再見啦，拜拜。黐線，咁啊我諗即係頭先你話嗰個有冇啲即係壓力咁樣？我覺得反而係呢一個好耐冇聯絡嘅朋友，佢呢個咁嘅問候同查詢咧，反而真係令我覺得，咦？呢一個人都抱住呢個態度，咁嗰啲真係喺個漩渦當中，甚至乎即係要好努力捍衞住自己既有嘅嗰啲權力嗰啲人，會唔會抱住同一樣嘅態度，以為我會去瓜分或者係即係？嗱，我覺得嗰個朋友咧，佢都係神所託嘅啫，因為而家咧，譬如有啲人就好驚嘅。即係舉例戒票啦，咁以你一個譬如咁高知名度嘅，你唔好掛你贏唔贏啦，你一出嚟佢哋已經即係小金隻咁冇可能。咁㗎？係啊。嗱，呢個證明你係咪會俾人滅口㗎？寫搶我，好驚喎！嗱，呢個證明咧，其實你都未足夠留意呢個政治嘅轉變啊！好驚喎，唔好啦。唔係咁講翻，即係譬如話啲好實質嘅政治問題啦。嗱，譬如話，喂，今晚呢個盛傳啦，745啊，就跟住就呢個國家安全法可以唔使經立法會就可以引用呢個基本法第十八條附件三啊，附件三，你都答到啦，即係開始喂呢啲新聞會唔會觸動到你咧？即係會令到你咦？我哋經歷咗咁多呢啲即係預先
即係莫為咩不義咩不不義如如咁啊！呢個呢個唔係唔識啊！即係同埋即係睇到即係台灣都長年累月被民工武俠咁樣咧，咁樣預警咁樣，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要發生嘅，佢已經發生咗，而冇任何即係呢個亦都係我今晚嘅態度咯。即係你唔會見到哇！我今晚 panic 啊！哇！一打曬，喂！發生咩事啊？我見因為即係有啲朋友打電話嚟，喂！23條你。咁我話俾你聽，要嚟咪嚟咯。係啊，你早嚟，咁就大家就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嘢啦，係咪就好過大家喺度磨，大家喺度又喺度，即係唔知點好咁樣。嗯，即係同埋以佢哋咁有魄力嘅一個政治組織，即係咁有魄力嘅一個權力中心，即係冇嘢係需要等噶嘛。即係如果真係要做，已經做咗。要做就做咗啦。咁所以嗰啲之前嗰啲不為咩而喻嗰啲咁嘅嘢咧，咁我覺得嗰個都純粹我哋嗰句説話已經係莫為言之不喻。係莫為言之不喻。咁然後咁純粹係即係我哋招呼下啲版面嘅啫，等有嘢寫下咁樣。你知啦，而家嗰啲乜乜報、乜乜報，五分鐘冇嘢 update 好就好悶嘅啦。咁假如 let's say 咁啦，假如有聽人同你講喂，黃毅冇再講嘢咯，咁我咪做嘢咯。咁你講咪做咯。如果你再講就乜乜乜咁樣，咁你會唔會？如果真係有咁嘅恐嚇嘅，咁我就好擔心啦。咁究竟我報唔報警好咧？咁一定係冇報，即係你報警做咩？喂，呢個荃灣嗰個即係X 少女 ，X 少女咁啊，你而家係被通緝，佢而家係被通緝嘅。係啊。咁你所有嘅人，如果佢亦只有都諗個問題，就係佢一講嘅時候就係成為咗一個被告咯。同埋高長遠影到嗰個男人好奇怪地畫出氣槍嗰個彬彬都唔喺香港啦。係啊，嚇咁咯。咁所以如果真係有人話叫我喂唔好再講嘢啦喎，咁我好啊。咁你咪每個月俾翻兩三皮嘢我先，即係反勒索佢啦。我唔講都得，咁你係咪照顧翻我啲燈油火蠟？你講好輕鬆啫，但係呢個好現實問題嚟噶嘛，即係你跟住嚟啊嘛。我哋譬如呢啲咁樣，仲講唔講到？你咪逐個問咯。嗱，你可唔可以俾翻兩皮嘢佢？我就唔使多，我28000啫咁樣，同埋條大數25000一個月。嗱，你25000一個月咧，我哋就召開呢個燈油火蠟，但我哋就 roll 機，但係唔 online，roll 機但係唔 online， 我哋照滿足自己有翻工，因為同老婆交代㗎嘛。係啊，我有翻工㗎。咁認真啲講咧，就香港係咪一個值得你留戀嘅地方？唔係，因為已經變得非常唔安全啦。我冇細路都話打即執個包袱就可以走啫。咁有細路嘅人點咧？我成日舉個細路點咧？你有兩個僆仔喺度，12、13歲。你同老婆都揾一份相當之唔錯嘅工。係。你有兩個有雙親長期病患。係。你走定唔走？走，擺低兩個長期病患嘅雙親，成為政府嘅 burden， 跟住就細嗰啲仔咪一齊走咯。跟住，然後因為嗰兩個長期病患嘅雙親好有機會係腦退化噶嘛，佢都認唔到你啦嚇。咁呢個好實際嘅嘢嚟嘅，你探佢，你反而又叫化。你探佢，佢又唔知你探佢，反而係間護老院嘅人知你去探佢嘅啫嘛。咁探唔探都係咁噶啦。你只要維持住佢每個月嗰個月費，即係呢個收到月費，然後加多嗰啲月費，咁佢咪可以得到照顧咯。你又冇有不孝，然後你要因為。你佢哋喺度 count down 緊，你啲細路就仲有排 count down， 咁你唔係啊？我唔知係 count down， 我驚啊，大佬！佢一出街，我唔知發生咩事啊！唔使出街噶，可以上門嘅而家，即係啲催淚彈可以入屋噶嘛。係啊，所以咧嗱，只要5樓以下嗰啲單位咧，其實我覺得應該劈界一半嘅，因為咧你會受到催淚彈嘅直接攻擊。咁所以咧，越高層嘅咧就應該越好啲嘅。咁所以如果真係要認真考慮，亦都好現實地考慮嘅話咧，就一定係放低啲老人家。要帶細路走，呢個係我對有呢個狀況嘅人嘅建議啦。咁你講到咁樣咧，但係譬如話對香港個前途仲有冇希望咧？唔會啦，你見到美國對台灣嗰個扶植係咁不遺餘力嘅時候，香港仲有啲咩價值咧？香港喺嗰盤棋裏邊，講鄉下話添，講香港喺盤棋裏邊能夠發揮嘅作用已經少之又少啦。既然冇價值嘅時候，人哋就唔會投資噶啦。既然唔會再投資落嚟嘅話，咁我哋何來會有未來咧？其實今晚都開始睇到噶啦，就啲匯價開始跌啦。港幣嗰個匯價。咁就都係一個政治上嘅反應嚟咯。
都唔係嘅，所謂政治其實好現實噶嘛，即係你有利可圖嘅，咁我咪唔係大家仲喺度可以揾錢嘅，唔係而家係撐住喺佢出貨之前，仲要頂住先嘅，佢出曬啲貨之後，咁就唔頂啦，冇人頂咯，咁住然後咪大家睇到即係港紙嘅真實價，真實價值啦，或者可能講咧，如果就話哦，原來我哋入邊根本冇美金嘅。原來全部人民幣嚟嘅，哦，咁咪將個掛鈎由美金變成人民幣咯，係咯，係咯，即係又係，不過就七個一港紙對一蚊人民幣咯。係，OK， 咁大家都知道到其時有啲咩反應啦 ，OK。咁 anyway 就似乎聽你講，你都好灰喎。唔係灰，我好現實啫。我唔想抱住太大嘅幻想啫，因為我哋唔可以活喺幻想裏邊嘅嘛。我哋今日。會身處呢個局面，正正因為我哋二十年前我仲細個嘅時候，我冇努力咯。嚇，呢個我種翻嚟嘅果，我而家咪受緊咯。同樣地，即係今天大家奮力進取去爭取嘅時候，二十年後你一定會得到一個相應。即係今日去衝去付出嘅年輕人，佢哋嘅下一代就會接收佢哋今日衝嘅成果。係啦，啊，而我哋細個嘅時候，我哋嘅上一代或者我哋比我哋大少少嘅嗰一代，佢哋努力翻嚟就咪今而家我哋享受緊咯嚇。咁，所以咁其實我哋最著數咯，我哋呢代人最著數。我覺得最著數嘅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可以睇到香港嘅陨落，香港嘅爬升或者香港嘅綻放，我哋經歷唔到嘅嗰時講緊係即係一八四幾年咁樣啦。咁但係我哋睇到一個。傳奇的沒落咧，其實都是一個福分嚟嘅，因為你睇到即係由佢點樣璀璨，然後點樣一點一滴咁樣，即係好似個煙花咁樣。係啦係啦，慢慢嚼咁樣，即係你點香都係啦。你睇到支香熄嗰下，或者支蠟燭熄嗰下，其實係一剎那嘅啫嘛。而你能夠有嗰個耐性，有嗰個福分，有嗰個時間睇到嘅話，係一種福分嚟嘅。咁我哋就要善用而家我哋有嘅時間啦。即係我哋仲有可以嘢做嘅話，我哋就。記住不要干犯任何可以即時被拘捕的罪行，保持住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人生自由，去做一些對未來、對你的下一代有益、有貢獻的事。但那條線不是你定的嘛，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每個人都可以畫一條線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所以條線打橫望我去的時候，個人條線不一樣，但是都要畫一條這樣的線，沒辦法，以前就可以閉上眼，我只是賺錢享受，但是今時今日不行了。如果譬如說，如果當年呢你用這個王這個名字 在中國即是大紅大紫，有沒有說？不是，我只是假設性，假設啦，假設你今天會不會說這番說話？不會，因為我還沒將我的人民幣存款轉回到美金，所以我一定會八月一日就會這樣，那些我都不能少啊，那些來的，一定會是這樣的，因為你一天那些人民幣未變成美金的話，我都是會很怪的。是啊，即是簡單來說，就是大家不要對這些藝人那麼 harsh， 即是他是因為那個經濟條件才，即是經濟原因才做這件事。走不及這些人民幣。是，走不及，其實心裡面都想走，他心裡面，其實人都想走。大部分，其實心裡面都好像黃喜那樣的。是的，我覺得他們都是一般香港人來的，他們現在都是在一直委屈的。是啊，只不過就是說，即是人家走不及。是啊，走一次他就不是這樣。走一次，哎呀，死了，那我說了，但是人對他不會一定眼相開，哎呀，其實不是的，他們真的很喜歡你的。今天就很多謝黃喜，因為就是再次講啦，就係阿托阿鬱敏嘅呢啲即係咁嘅關係啦。咁佢咁病都仲係佢揾你噶嘛？寫個 message， 你叫我點拒絕咧？係咪先？又話咁嚴重啦，係咪先？所以就喺度咧，就多謝黃喜之餘咧，就多謝鬱敏啦。因為我就唔敢直接揾你嘅啊。誒，唔好咁講啦，你隨轉我咪隨到咯。唔係話你千祈唔好即係接福嘅大佬，只能夠就係話。即係黃喜啊，咁啊一個電話，用埋一個電話，誒二話不説就上嚟啦。咁而且今日做得相當之開心啦，係嘛？咁我哋十一點咧就做咗十五分鐘咧，其實已經爆咗好多嘢出嚟㗎啦，係嘛？冇啊，冇啊，我冇啊！你真係成日扇我嘅。咁我哋今日到此為止。好好好好，多謝曬黃喜，多謝，拜拜。